好，下一题就是刚刚讲过的几公分几公分，跟大家一样，就是我们做的实验，就是这个时候几度，然后对几公分，几度对几公分，然后去做。旁边是另外又自创的温标，自创的温标，摁温标，摁温标，啊，也是考试考的，我自创的温标，我自己创的温标，请问你怎么换算？你这样子，好，请问你，告诉你20°C2公分，80°C11公分，请问你40°C会几公分？然后我自创温标，20°C 叫10 m， 80°C 叫70 m， 那请问你40°C 是多少 m？多少 m？OK，、okay? 好，来，第一个几公分？几公分？比例相同，全部有11-2，我有 x 减二，全部有80-20，我占40-20，我们的比例是一样的，啊，巴拉巴拉巴拉就算出来了，它会多少公分儿？停车站借问，可爱小女生。7，巧，巧了，巧了 ，Please stand up。你这样看不见了，你用直接报答案比较快。啊？他说什么？他讲答案吗？32、30、36，请坐。你说36。6跟30，到底什么答案啊？高出几公分？6公分，高出6公分，6公分是吧？6公分 ，OK 吗？6公分，来，左边20、80、40，右边2公分11公分 ，S 公分。全部80-20，我占40-20。全部11-2，我占S-2，列式。80-20分之40-20，右边11-2分之S-2。好了，理化结束，数学，这样没问题吧？减完就好了吗？这叫做能削就削，能砍就砍呢、啊。5公分。好，下一题呢是问你几 m 呢？多少 m 呢？80°C 70 m， 20°C 10 m， 40°C 多少 m 呢？可爱的小帅哥29，29号，你报答案叫30是吧？请坐，不容易会30。来，全部80-20，我占40-20；全部70-10，我占 y-10。好，来比例，比例80-20分之40-20，70-10分之 y-10。然后数学，将30 ，OK 吗？最后一个有人会问的问题，你可以把结果背下来，因为还有人真的有人问过，什么时候数字一样 ？x°C 就是 x°F， 数字是一样的，你可以算完，然后你可以把答案背下来，因为有人会问，你可以把答案背下来。x°C 就是 x°F。两个数字是一样的，比如说3°C 就是3°F 这样子，两个数字一样，度 C 跟度 F 的数字是一样的，几度的时候叉叉度 C 就是叉叉度 F， 两个数字一样的。那我们应该找位可爱小女生，14号有吗？你爸没有14号，8号，起立。有人说40，有人说-40，负的啦，请坐下。负的。你不要管负号，
你就这样设就好了。你说老师负责在下面，不用管，他会自己瞧，他会自己瞧，你不用管，就这样设就好了。全部100减零 ，S 减零，全部二一二减三十二，我 S 减三十二，数字是一样，数字要一样嘛，带进去，然后就数学啊，认真努力算数学啊。所以答案负40，最后结果你可以把它背下来，因为有人会问，你就把它算背下来，负四两个数字完全一样，就是给各位练习了解如何处理温标的换算。考试基本上没有在考华氏换摄氏，摄氏换华氏，都是给你我制定温标，都是给你几公分，然后再请你去做换算的，所以你要知道如何处理，不用去背什么挖沟的公式，都不要管它了 ，OK。